王 Sir， 收翻盖大嘅正门啦。 发生上环区嘅枪击案，三名凶徒死亡，另外多名凶徒警员同市民受伤。警方证实其中一名死者嘅身份系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工警司王志成。行凶动机未明，警方唔排除有谋杀成分。现正通缉多名活跃于油尖旺区嘅黑社会人物。警务处长发表声明，对王志成警司嘅死表示沉重嘅哀悼，并承诺尽快破案。你知唔知头先几险啊？ 你话佢揼骨都唔够十分钟啊，森哥就打电话嚟话做嘢啦。哇，我真系好惊啊嘛！你知我不嬲打亲大交都匿车底噶嘛，收到佢有枪添，我真系好想同大家讲话，我有事走先啊话咁啊。早两日，咁啊，森哥叫我入去间房嗰度咁啊，就问我喂阿傻强啊，你跟咗我几耐啊？ 我系记得咩？且跟住佢就话嗱，傻强，你跟咗我5年噶啦，咁呢几年咧吓都做得嘢。如果我有个问题问你啦，即系如果有个兄弟咧吓系严仔，你够唔够姜怼冧佢？咁你斗口斗面问我，梗话够姜噶啦，你当我真系傻嘅咩？咁啊，结果点啊？ 揾唔到咧，染仔啊，梗系哥哥个差佬眼啫啦。的咗佢上去，佢哋的咗佢上去，足足打咗10分钟。
十分钟。十分钟。一句嘢都冇讲过。我真系我跟得佢好甜，今日边个唔蒲头，边个就系染仔，我冇啊，我冇包你揼骨啊，你俾心哥知道你揼骨，你系濑硬嘢啊，林哥，我好想问你，今日揼骨条女正唔正啊？你知啦。那條女不正就拿東西了嘛，快點走了，撞車很多差人的，總之你記住，如果你見到那個人，他又很不專心地看著你做其他事，就是差人嚟噶啦。